今天去哪里玩呀？都是好吃的呀。那羞羞们呢？他想喝水啦。妹子吃的很香，嗯。然后这只就都不给我。终于到我了。来一口，来不来？老铁，走一个，一碗橙。它没肉味。你谁不想吃？他要吃这个。没了。他要吃 KFC。我不吃。生气。肯德基他要吃的。这个香呀。可是你不能吃，这味道很重的。肯德基不给你吃，就给你闻闻。脑袋里吃的很清楚。爱啥也没吃到。还是等外公吧。